我是阿成，今天我来到广东韶关启信县，看见我背后一排老房子没有，远远的看上去啊，就像一座古代的王宫一样，非常的雄伟壮观。没错了，它就是满堂围，是岭南第一围啊。哇，真的是太雄伟了，九天十八景啊，有770多间房间，不伟是岭南第一围啊。它到底有多大呢？我现在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满堂客家大围位于广东韶关启信县，建于道光十三年春，公元1833年，竣工于寒风十年冬，公元1860年，历时28年才把它建成，占地面积14888平方米，素有岭南第一大围和粤北第一民宅之美称。曾经啊，有10多北方人来这里参观，称呼这座雄伟又壮观的城堡为南方古代的王宫，其建筑布局是北方古代的城堡和清代砖石四合院组成，再根据南方地区的客家围屋结构来设计的，既有古代雄朴朴实的气息，又有现代经济高雅的品味，为俊现代建筑园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。大围由中心围和上下新三围三部分组成，中心围楼高16.9米，另两座围楼拱卫前在其后，既筑成体系又混研为一体。主体中心围楼结构是4碗5重1围笼，再加上4角炮垒，形成9天18景布局。围楼共有777间房子，大小客厅、天井、走廊不计其数。围楼建筑用料十分的讲究，墙体青砖经工研磨制，光滑规整，典雅别致，艳容华贵。围楼的墙基用鹅卵石铺成，格外的坚固，一般厚度0.6米。其中主体中心围楼啊，它的墙角跟墙基啊，厚度达到了2.48米，墙体上布满了各种流望孔、设计孔，门板用贴皮包热，并有贴钢网顶。大门关闭之后啊，整座围楼宛如一座固如金汤的城堡。令人惊叹的是，经历了风雨沉波2个世纪，墙体无一处下沉开裂的现象，实为民间建筑第一绝。沧海桑田，春风不度，大围迄今乃然巍而挺拔。它承载着客家人千百年的创业力，你系着客家人先祖超智慧和辛勤汗水。好了，各位网友，我就简简单单的介绍到这里了，如有讲错地方，还望有缘人跟进。如果你们家乡有这样的城堡，不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。同时呢，大家看了这座非常罕见客家围楼之后啊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下方评论区交流。关注支持我，阿成会带大家参观更多不一样的客家围屋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